当我们需要坐下，很自然就会想伸展后背，搭起胳膊。所以，椅子的身影自然贯穿着人类的历史，但几千年来，它被文明赋予的意义，绝不只是供人就坐这么简单，而是要体现出文化的内涵。这一点，在古典中国椅子的设计上，表达得尤为明显。那么，中国古人的设计理念有什么独到之处吗？其实，中国的椅子诞生于汉唐之际，而在更久之前，中国人的坐姿就已经确定了。俗话说，坐有坐相，坐如钟。不论在什么场合，坐姿都是礼仪的重要部分，绝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所以从一开始，椅子的设计就必须做到尊严第一，舒适第二。而当这两点相悖时，舒适一定要让位于尊严。古代西方的椅子也十分重视这种仪式感，虽然他们更多的是在装饰上做文章，但东西方的传统理念都是在用设计语言来贯彻一种行为规范。中国椅子的设计是以人文精神为本的，强调人坐在椅子上这种整体造型的气质感。如此四平八稳、方方正正，就是要让使用者只要坐在椅子上，必须正襟危坐，不能东倒西歪。在这种氛围下，端庄和优雅就自然而然地表达了出来，甚至令人感到肃然起敬。再加上多选用硬实的珍贵木材和经久不坏的榫卯工艺，这种质感上的厚重大气，更是显得尤为成熟稳重，传达一种东方美学的修养。更为精妙的是，它虚实结合的结构不仅十分美观，而且还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做到了在头、颈、背、腰、臂这5个部分重点支撑，而在其他地方释放压力，流通空气，使人即便是要端坐，也能坐得久，坐得稳。古典的中国椅子可以说将东西方传统设计理念中用形式来影响生活的文化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难怪像明式圈椅这样的经典之作，能在数百年后仍在世界范围内深刻地影响着现代设计的风尚。而说到椅子的现代设计，意大利人可以说是造诣颇深的。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位于米兰的著名的时尚设计的博物馆。在当今家具的舞台上，意大利米兰的众多先锋品牌以其极具创意的设计思路备受世人瞩目，特别是他们的椅子风格前卫，总能引领时尚的潮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将我们认为非常普通的塑料运用到我们时尚生活的产品当中。塑料的椅子很常见，成本也十分低廉。可是意大利人的塑料椅子竟能以极其昂贵的价格每年卖出上百万把。他们的设计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原来设计师们最看重的是塑料卓越的可塑性，在尖端科技的支持下，它能够超越其他材料，挑战曾经无法完成的新奇造型，掀起一场设计的革命。所以，这些椅子真正价值千金的，正是脑洞大开的想象力和别具一格的审美。就像这把著名的路易幽灵椅，它不仅是全世界第一把一次成型的全透明椅子，更是将新型材料与巴洛克风格相融合，突破了传统，使椅子成为艺术的载体。它从2002年诞生以来就风靡全球，难怪就连英国女王也对它评价颇高。透过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在意大利人的眼中，椅子的当代设计正是追求创新的探索。它不仅要实用，更要成为一件艺术品，用概念来传达审美，用艺术来引领生活。今天，工业化的时代虽已不再是手工匠人们的黄金时代，但对于品质的更高追求，却让我们倍加珍惜他们世代坚守的工匠精神。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坚守呢？在罗马街头林立的商铺之中，这家皮具店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其实这里可是家喻户晓的老店，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人的皮具一直以用料考究、做工精良著称，这门手艺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像这些意大利范儿的手工皮包、皮鞋，更是一直以来都被国际大牌们当作学习的典范。这位老先生呢，已经有80几岁的高龄，他们有4代的这种传承。那么我们想，我们看似一个简单的皮具，那么在整个家族当中，它成了一件艺术品。我这次就要好好看看，他们是如何通过手艺延续经典的。在传统的手工作坊里，任何皮具从图纸到成品要经历的，可不是摁几下开关那么简单。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物件，往往要经历几十种工艺、上百道步骤的反复打磨。修剪一条皮带可能就是大半天，制作一个皮包也许需要1周，而精心打造一双纯手工皮鞋，哪怕是干了一辈子的老师傅，有时候都要花费几个月的功夫。慢工出细活，这样一针一线而来的品质，可不是瞬间能够生产无数商品的机械流水线可以比拟的。在一个小小的印记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手工的这种温度，它也体现了和这种技艺的传承。不仅是老先生，包括他的女儿女婿都在学习这种技艺，把它传承下去。亲身体验后，我才明白，罗马的匠人们所坚守的工匠精神，是对传统的保留和继承。他们相信，只有延续原汁原味的工艺细节，才能够延续经典。然而，在陕西，这份坚守却有所不同。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陕西蓝田的玉雕工艺，至今已传承千百年了。可是与想象的不同，今天我要探访的这位玉雕匠人，他并不在作坊里，而是在教室中。荀秀林是蓝田玉雕屈指可数的传人。在他这一辈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这门古老的手艺从民间走入了学院，从个人创作走入了更加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您做这个行业有多长时间了？近乎40年。但与西方工匠的坚持不同，今天已经很少能看到用传统的刻刀来雕刻玉石了，反而是许多现代化的设备得以广泛的运用。那么，这还算传统的手艺吗？杨老师，你来。哎，好的，我来尝试尝试哈。这个玉雕过程，它主要是去除玉料的过程。手工，这都是手工。如果是就是工具更效率更高了，效率更高了，这个区别在效率上。原来在工匠们看来，玉雕工艺上真正需要坚守的，并非工具的一成不变，而是理念和手法的传统精髓。肥苗、收苗、泥收，这个基础必须要好。虽然画平面叫李济仁，寓教是三为金。您这个主题叫什么呢？生活朝阳。玉不琢不成器，世代相传的花纹式样，浓缩着古典的审美，沿用千百年的构图布局，传递着文化的符号。陕西的工匠们传承的是传统工艺对于美的塑造。对他们来说，只有守住了传统设计的艺术思考，守住精神内涵，才算是守住了根魂。在罗马的人民广场，坐落着闻名世界的达芬奇博物馆。说起达芬奇，人们总会第一时间想起他的传世画作，但其实，他更是一位远超自己时代的伟大设计师。翻开这里古朴的达芬奇手稿，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现代才有的机械结构，居然早已在这里尘封600多年了。更让我吃惊的是，在那个时代，达芬奇的众多超前设计之中，居然还有一辆能自动行走的车。它究竟长什么样呢？被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就在他的《大西洋古抄本》当中呢，绘制了一辆能够自动行走的车。这些木头组成的机械构造，就是我们已知的人类汽车梦想的起点。各自独立运作的驱动、传动、操控和承载4大系统，与现代汽车几乎如出一辙，这无疑为汽车之梦起了一个好头。那么这个模型呢，可以看成是当时大家对车的一种向往。600多年后的今天，梦想早已照进现实。达芬奇的后裔们成功的让意大利成为当代最独树一帜的汽车王国。走在世界的前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汽车工业蓬勃发展，更是在新世纪之初一跃成为世界第1的汽车产销大国。而作为最早与中国汽车行业展开合作的国家之一，意大利人一路走来的发展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那么，在汽车品牌层出不穷的当代，他们的汽车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的风格，成就了首屈一指的全球影响力呢？抱着这个疑问，我来到了位于都灵的意大利国家汽车博物馆。So the first exhibition was made in 1932. And in 1936, it was named as National Museum. We have about 200 cars. 得知我来自中国，馆长女士高兴地对我说：“其实中意两国的汽车文化早有交流，她十分佩服中国汽车的发展速度，而且十分愿意与我们分享意大利汽车的发展经验。”她还骄傲地说。当年人类历史上第1届汽车拉力赛，北京到巴黎的汽车赛，获胜的就是这辆意大利的老爷车呢。意大利人是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的民族。在这个博物馆里，我切实地看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在汽车的各个发展阶段，他们总能把自己的优势与艺术思考相结合，创造一种独特的设计语言和时尚文化，这是他们的长处。当现代汽车起步时，他们就把从古罗马时代传承而来的马车的减震与转向技术融入了设计中，大大提升了早期汽车的舒适度和操控感。当家用汽车逐渐普及时，意大利人在注重汽车实用性设计的同时，也不忘提升品味，带来了众多走进1000家万户的潮流车型，畅销世界。而当科技突飞猛进，动力技术不断提升时，他们更是用新颖前卫的造型设计，重新定义了人们眼中的速度机器，掀起了势不可挡的跑车风尚，影响深远。可以说，正是他们的设计追求，为汽车这原本平常的工业产品描绘了传奇的色彩。 L'automobile ha rappresentato da sempre un sogno. Qui in Italia il design è sempre stato una delle caratteristiche ispirate all'arte, alla bellezza dei monumenti, del paesaggio, di tutto quello che ci circonda. E quindi qui vediamo per esempio una vettura bellissima. 行走于展厅之间，他们的光荣历史告诉我，永远把设计放在第一位，创造属于自己的汽车文化，就是意大利人。 成功的秘诀，同时更是他们始终坚持的发展方向。如今，汽车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汽车的全民化，意大利人的成功经验会成为当代中国设计师的绝佳助力。人类600余年的汽车梦，是永不停息的设计之梦。在中国的设计理念不断成熟的新时代，我相信。 中国汽车领跑世界的那一天，不会太远。国际车展是西安的一件大事，它见证着中国汽车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今天。短短几十年间，中国汽车的设计正从简单的模仿。 向自主创新蜕变，不断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而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总少不了与众多外国设计师的交流合作。其中最知名的就是被誉为世纪设计大师的意大利人乔治·亚罗。Ladies and gentlemen, Giorgio Giugiaro。从1983年中国的第一款合资轿车桑塔纳。 到2018年，惊艳世界的中国高科技概念跑车智人，我们总能看到乔治·亚罗的身影。那么，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设计师？又和中国汽车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出人意料的是，我所寻找的设计工作室，并不在现代都市的丛林中，而是坐落在这幽静的乡村别墅里。一见面。 他独特的气质就令我印象深刻。80多岁了，竟然还像年轻人一样活力四射，面对中国朋友更是亲切热情，毫不陌生。而这所房子，与其说是现代的汽车设计室，不如说更像一间美术馆，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气息。 精美的陈设，风格典雅。 我不禁好奇，在如此艺术的氛围中，它究竟是怎样为汽车工业设计产品的呢 ？First drawing in mathematiche misure ortogonali, le viste frontali, quindi c'è tutto un percorso che da sempre ho questo tipo di primo approccio. Poi coi collaboratori si sviluppa. And the finish you do the model, yes. 60多年来，在每辆车最初的构思上，老先生一直坚持用手绘来贯彻自己设计的艺术质感。用他的话就是：“美丽的线条只有笔才能画得出来。”而提到中国汽车，他更显得十分自豪。我们国产汽车品牌红旗、奇瑞、奔腾、中华曾经诸多的畅销车型。 都是在他与中国设计师的合作之下完成的。他还说，自己正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启发，许多设计方案才得以实现。尤其是在2012年参与红旗 H7这款车的设计时，他就将黄果树瀑布、天安门城楼的概念引入造型，把意大利设计理念与中国美学元素相结合，融会东西，才创造出了新颖别致的大气风范。 听完这一席话，我更想仔细地看看他的作品了。就在都灵的乔治亚罗设计中心，我看到了一个从图纸走入现实的汽车帝国。没想到，这么多设计史上掀起造型浪潮的经典车型，都是出自他的笔下。半个世纪以来，他的作品不仅遍布世界顶级的汽车品牌，更是频繁地出现在了国人的生活中。乔治·亚罗先生无疑是走在时代前沿的人。那么，我们该如何借鉴他成功的经验呢？您在设计的时候是如何去平衡艺术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呢？ Innanzitutto bisogna avere molta fantasia, ma per realizzare tot di anni c'è nuovi sistemi delle forme e della funzionalità e quindi è importante conoscere le tecnologie che suggeriscono e di grande importanza per chi deve utilizzarle. 上世纪50年代，他就利用当时最新的空气动力学理论，独创了一系列美丽的流线造型，技惊四座。 而之后，他又大胆颠覆，利用当时的汽车结构技术，开创了棱角鲜明、立体挺拔的设计美学，影响至今。他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汽车当作科技领域的艺术品，把艺术创作永远放在首位。这次短短的拜访，让我看到了大师的风范，也看到了他对我们的启迪。如今， 中国汽车正逐步走出国门，为世界所熟知。而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不光要有科技的进步，更要用成熟的设计理念，创造新时代的中国风格。古往今来，人们的家庭生活 都是以厅堂这个独特的空间为中心的，它的样貌是设计的重要体现。尽管当今世界各种风格丰富多彩，但陈设和布局的理念其实都植根于东西方各有所长的家居传统。在来拜访这个传统的罗马家庭之前，我就听说这里藏着一个秘密，它究竟是什么呢？ 意大利人的厅堂又有什么特点呢？ Hello， 传统的西方厅堂其实就是客厅加餐厅。虽然这个空间我们很熟悉，但他们的实用主义设计理念我们可未必了解。那我们会看到，包括家具、装饰的绘画，这里边呢也是充满了很多古典的这种气息。意大利人的客厅多做起居使用，布局相对自由。 沙发和椅子的排列没有主次和方位的概念，只看如何使用。柜子、书架、茶几的配置也没有固定的规则，按着需求可多可少。这种古典的沙发椅和靠背椅很有一个温馨的氛围。所以，西方客厅最主要的设计思路就是多功能。这里既可以是休闲空间，也可以是娱乐空间。大家不论读书还是聊天， 都能各行其变。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女主人告诉我，到了餐厅可不能这样布置，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餐厅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欧式的一个布局。原来，餐厅才是意大利家庭最重要的社交空间。往往那些看似大快朵颐的时刻，其实更是家庭成员悉数出席，解决大事小事的场合。 所以，餐厅在布局上就直接很多，除了桌椅、餐柜和必要的灯光，少有其他家具。这样设计就是为了满足更单一的功能需求，让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围桌而坐的交流里。不过看了半天，那个秘密究竟在哪里呢？哦，原来在这所房子的下面真的有一个秘密。2000年前的古罗马居住空间展现在我们面前。 其实我们还会看到古典的这种传承，能在普通民居的地下发现如此难得一见的古迹，真是让我十分惊喜。一眼千年，尽管这里早已物是人非，但厅堂的基本格局却与今天并无两样。很明显，也是按着使用功能来划分区域、布置陈设的。我现在才切实地感受到， 西方强调实用主义的设计传统，真的是一脉相承的。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厅堂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有着另一种设计选择。那么，传统中国家庭会如何布置他们的厅堂呢？俗话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几乎在所有的古宅里，厅堂永远是地位最高的室内空间。它既是一户人家的脸面，又是主人身份与尊严的象征。所以在设计理念上，厅堂的布局最为讲究，也最为严格。首先，厅堂要彰显主人的品味与修养，表现志向与追求。这就少不了牌匾对联、字画文玩，这些不仅是装饰，更是主人的内心写照。不论是对家国的情怀，还是对自我的勉励，都是传统价值观的缩影。然后，为了烘托庄严大气的氛围，不仅只有用料考究、工艺上乘的家具才能在厅堂出现，而且在布局上更是一丝不苟。最里边是正中的条案，然后是太师椅、八仙桌的主座，接着是两侧一字排开的次座。所有的家具都采用方方正正的陈列方式，讲求中轴对称、左右一致。这样一来，家庭里长幼有别、疏密有度的秩序感就油然而生，凸显出传统的礼仪观念。几千年间，中国人厅堂的样貌始终延续着，小到民宅客厅，大到皇宫朝堂，都拥有相同的形制，一以贯之。这种强调用形式表达文化内涵的设计理念，正是中华民族最为看重的。尽管东西方不同的传统塑造了各有所长的厅堂文化，但殊途同归，这都是在设计中传承的文明轨迹。